王爷，回去看看你闺女去。干嘛？全身湿透。怎么了？透透的。为啥？淋雨了。这上面打水仗嘞。打水仗嘞。啊，戴子也叫嘞，那戴子同学是全身湿透。叫咋哭了？不知道，小孩子闹着玩。有姨吗？几个小孩子？都有。有那几个？啊。这上面。不知道穿的那个水球啊，一个人抱大的有对砸，大的买的，那算减肥的，老有老减的有对，大的买的啊。昨天几个小孩子，他不看他，他不看他，他也不跟他玩，所以大的买的水球，说让孩子们可以互动互动嘛。啊。孟美国打电话说的，我不回去，他不换衣裳，跟他哭着嘞，跟他杠着头嘞。哎，俺那块呢？在这儿呢，给你放衣服，放洗完了。头发洗好了，就得放了衣服，能换衣服。咋哭了？弄着眼睛了？咋哭了？不顶一下玩很开心吗？对呀、刚才我问明天还要不要玩，明天还继续玩几个人。咋抓住眼睛了是吧？贷款失业。贷款失业。贷款失业受伤很严重。别一会儿把贷子准又收哭了，生气了。你看，没有啊，没生气。贷子准拿证据去了。哦，没事没事，衣服爽啊。小孩子没事，站起来没事。你们小孩子在一块玩不很正常吗？是吧？他不看，是一刀，我砸他，我那个金腰都不护。你们都互相砸的吧？对。他们分班砸的，这帮妈妈一换衣服。我跟你说，丽丽，我给孟伟不管这件事还能啊？这小孩子要不你都还钱。都二样的。对，你们两位考虑不能行了。在那里乱乱。啊，走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啊走。好，刚来你就一块，来下一个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明天咱们你也到我了，你也到我了，你也捧我了，没有啊？不肯了。明天接着打。明天继续啊，咱们要拼个你死我活。明天我不给你。你死。明天不够两个球。你看你的。你明天的气球不够了。然后我跟你说，明天够，气球在路上还有2000个，然后明天啊，两千个，哭两个不行啊，得全哭，全体哭。今天谁哭了？第一个我儿子哭了，第二个王母岩哭。王母岩，你是他们中最大的，你竟然第二个哭了。那不是啥大的？扎住了是吧？好吧。叫我眼睛。好。分帮分派的，有人带着他们带一派，这个带一帮，然后汤国带一帮，所以说他们互扎的。哦。有三个。那不亏。对，不亏。你不哭谁哭嘞？对呀，那你互相扎，那就是，是吧？对不对，戴子春？阿姨讲的可有道理。这战场上被打死都没，都很正常，是不是？你们就把它当做一个打仗，对不对？打死打不能打死，打死有点过分了。你们这不是玩游戏，就玩一玩一些射击游戏啊，有瞄着前面，瞄着前面，就瞄着那个，就比如那个瞄着那个钥匙，然后打出来的时候。有的时候打到天上，有的时候打到地上。对对对对，你看人家都少了，不是故意打的，是不是？咋会故意呢？故意。白天玩了一天，玩累了。写日记啊，他每天都有一篇日记要写。还有暑假作业，你看，书包都带着了。那几个下午怎么玩的？怎么哭啊？玩崩了。我看看妈妈看看写的咋样。对呀。啊，我知道，我不看你内容，我就是看看你写了多少了。这么多，啥字也看不见呀。后来和好了。又和好了？咋和好的？就姐姐讲去那个玩躲避藏人玩了。就大家都在一起玩了是吧？那你又跟大朋友也能在一起玩了。我看你们刚才晚上不还都趴在一个屋里，趴那床上看什么的东西来吗？又聊天了，聊的什么呢？学校的。你学校的？啊，是的。你跟谁聊的？跟他们，就你俩一个年纪的，也怪难的。哎呀，我知道你们分数不一样。老王，你别老是你眼睁睁，你眼睁睁，看这些小孩有意思的很是吧？一天光玩蹦800回。玩蹦了，好了又玩蹦了。是。不是你蹦就他蹦，跟着他俩蹦，没跟他俩蹦。
小孩想想这个年纪开心哈，无忧无虑。你呀，从当年就开始玩，也都玩了吗？是的。由绿，写日记的绿，写作业的绿，上学的绿，还有游戏玩的绿，兴趣玩的绿。在家你还要练那个，你看他又狂写。你还要练画那个立体正方形素描的那个那个啊，那个还要玩游戏。然后用纸。写完了是不是啊？好，上来睡觉吧，您的哈。明天的衣服，明天衣服明天再拿，不用拿了，来睡吧。天天都在姿势，睡过来吧，爸爸困了，爸爸今天一天也累了，来睡过来吧。怎么样，来公堂可以睡爸爸妈妈中间，是不是超开心？嗯。晚安，马克巴克，他不理不？我是丽丽。还有个小啥？小点点。小点点。